美山副手术。 别急，我来。哟。 怀原产吗？如果不是我身上东西太多，你躲不了。<笑>如果不是知道你身上东西这么多，我也不会这么做。多说无益。不是吧？居然能和野兽硬拼操作？这人的手速是有多快？ 没关系，反正也跑不了。怎么会？他不是被我……是尹分身，什么时候？诺，诺，不，这不可能。这有什么不可能的？只许你会御盘啊。你怎么知道我用的是百流斩？对呀，鬼人不倦结印时是背对着君莫笑的。 叶修根本不可能看到他结印的手法，哼，你水平不低，我当然得用一点非常规的手段了。非常规手段？什么呀？你也太赖皮了吧！居然偷看我的屏幕！别乱动，你挡屏幕了。我劝你放弃吧，在我的非常规手段下，你这点小伎俩可没用。可恶，撤退路线都被封死了，这俩抢生意的是什么来头？尤其是那个战法。 不对，不是战法，他用的是刀矛，还是盾？你到底是什么职业？啊，我说，你反应会不会太迟钝了？52级，没职业，武器看不到资料，这是银武。老兄，你不看新闻的吗？什么新闻？柯最近很火呀，竟然有荣耀玩家不知道，我真意外。 好呀，果然是圈套。君莫笑挑拨混乱，毁人不倦出手拾荒，原来你们俩是一伙的。你在胡说什么呀？哎，开个下，给他们两个录下来，然后杀掉。好，我太没义气了吧？他也不招呼一声。